姿势，然后忘记对方的医生名字。嗯，成功呢认识的不早，然后呢从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呢就是啊、感觉到哦心情比较开心。他说 OK, drink more water, OK, 好，等一下我就去喝水。另外一个就是 Grace 啊， Grace 就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，没有嘞， OK 嘞，还好嘞，不是感冒的问题哈。我们还有 David 啊， Helen, 秀云、Michelle, Melissa, Joyce, Kelvin 跟7462 8964以及 Nancy 啊都来就是 WhatsApp